本基本上呢有三大主题乐园，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了是其中一大，就是乐高乐园。名古屋的乐高乐园非常非常的大，但是它距离市区要开车30分钟，它主要的关门时间是5点钟，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争取时间。在 Legoland 的对门就是 Sea Life 的水族馆，所以呢两张门票是可以一起买套票的，我们已经买好了套票了。然后呢 Klook 上面的票呢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它没有办法改日期。我们来挑战一下，我们有没有办法从1点玩到6点，顺利的把两个馆逛完吧。今天呢是 Before the Christmas， 是12月23号，所以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圣诞氛围的感觉。阴天的这个乌云，但是好可爱，你看看，特别限定款，还有两只鹿耶。我们先看一下这里，其实它总共应该是有8大区域，这个叫做 Brick Party， 安全带拉上去之后，好安全哦，你都不会这样，你就可以任意让它这样子动，开启旋转了。但是刚刚看了一下，因为它这个是 for 小孩子的，所以它不会非常非常的困难，就还 OK， 对，差不多1分钟吧，变慢了。结束了，这个很适合我。Duplo Valley， 这个真的是乐高游戏区，有很多很小朋友的东西。Observation Tower， 看一下，我们来升上去。就是你走进来之后呢，你就选定一个位置，然后排排坐，然后它自动的这个就会360度的旋转，你就可以360度的用不同的角度看到这个整个的 Legoland 的样子。然后我觉得它很有帮助的是，因为像我可能地图没有看那么清楚，我上去之后看完所有东西之后，我就知道我等一下要去哪里了。你有去吗？我们要去 Mini Land 啊！ Mini Land 里面呢，它很可爱，他把所有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日本的建筑物都把它变得非常的小，也就是微观城市的概念。我们先率先来到了京都，这就是我们去京都的样子，有没有？你看，它所有还有禅意的这种声音。这个呢，看到的是岩岛神社，他们在登山。这里是宫岛、雷门、那沟呀，这就是名古屋城啦，这就是东京的车站。圣诞节有很多节日版本，这个就很可爱。你看，它在吊什么？吊圣诞老公公。追到我的圣诞列车，它太快了，去拍个照就好了。走，一些圣诞节的拍照区，组装得很开心。这个是海盗区，彼此喷洒的哦，原来它可以对岸喷到里面啊，是这样子玩的。我们进入了 Ninja， 当忍者碰上变形金刚，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这边是这样啊，这是什么？如果你来到了忍者区，就是一些可以比较没有那么恐怖的云霄飞车，还有一些空中旋转，甚至是 spinning 的，就是你可以自己360度在一个圈圈里面转的这几个游戏。然后等于是我觉得整个园区里面的比较成人版的部分。Minifigure Market， Build a Minifigure。好有趣哦，嘿嘿。因为我看到这张脸。哪个脸？我看看。就人家 KK 吗？或者是你不想自己 build， 你可以直接买。像这个是跟 Star Wars 的，当然不能少了圣诞系列的钥匙圈。如果觉得天气冷的话，也可以到这几个室内的地方逛一逛。这个 Big Shop 里面，商店里面非常大，有很多可以选择的东西。这个是日本特色姬路城，日币22280。
这个一个行李箱不用装了，八万多日币。OK OK OK。哇，没有人呢，这么快速，来吧。哎，こんにちは。我们点完了粉红色的薯条，是这种方块，有没有？就是乐高薯条，嘿嘿嘿，转过来还不一样哦，就是一个 Lego 类的麦当劳版，试试看看这个。哦，它是马铃薯泥。休息一下之后，下一站我们就要去水族馆喽，我们要赶在6点前完成今天的两个乐园任务。啊，这好可爱哦！这里可以摸鱼。你得。baby， 你看这个海马。为什么你们都排挤圣诞老公公啊？你看，圣诞老公公孤零零的乖呢。水母区。你看。哦。土岛太郎啊。土岛太郎。iPad 画画区耶，好多小孩子在画画哦。里面没有企鹅。总而言之，今年是2023年 C Live 的5周年，所以我看到很多舞的元素哦。我已经逛完了今天的乐高乐园，还有 C Life 水族馆。现在时间是5:50，我们准备要离开这里啦。结束了愉快的一天，拜拜。我们今天晚上的最后一站 Outlet， 三井 Outlet 就是名古屋最大的一间 Outlet， 所以呢一定要来感受一下。我们现在呢已经停好车了，车子停车场一进来的时候就付1000日元就可以停，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去，但是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，所以我们要非常有效率的在2小时内完成 Outlet 的逛街，让我们再挑战看看。好了，我们要开逛了，等一下的战利品如何，2小时后分享，拜。我来汇报一下，刚刚在这个 Outlet 呢，我们没有太多的战利品，但是呢，如愿在2小时内把整个都是走完了。但是没有战利品的原因是因为，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店没有特别的有吸引力，因为美国店还是居多，我到日本还是想要看看一些日本的品牌，所以呢，日本的品牌反倒没有那么的吸引人。那美国的品牌呢，去到了一家还蛮可爱的，最后买了一件衣服走。那因为他店员跟我讲说，那间店的那个已经是美国跟日本的这个总经销商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产品应该还是会有所区别。因此我买了一下。那另外呢，会觉得说里面有非常多的美国大牌子，但是呢，还有就是说看了一下 Moncler 的这个衣服，大概基本的基础的外套算了一下，大概是人民币10000多。所以觉得这个价格还是 OK 的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呢到了一间店，它很可爱，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小毛巾。最有名的就是鸡翅，我觉得就是好吃中规中矩，但是不到非常惊艳，就你会觉得它很 amazing 啊，倒是还好，很好吃。这个可乐饼真的很好吃。台湾炒面才是非常特别，因为就是台湾的炒法跟这里炒法感觉还是不太一样，而且它是有辣的，所以呢你其实吃下去之后你会非常想要一直喝饮料，所以它让我们每个人都要点一杯饮料，还是有它的用意。看我的 strawberry。这个店家呢在晚上已经现在大概10点11点了，外面还是排队的状态哦，而且很多人是点外卖回去的，因为他最近推出了一些圣诞的特殊的这种包装，很可爱。好的，那我们就继续吃晚餐啦，就不说啦，就是今天我们整个的行程非常的丰满，我们的名古行程结束第一天。 OK， good night。